回事啊？你躲在一边看戏呀、啊？我们在这边掏心掏肺的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玩离家出走啊？老婆，这样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想去工作的话，那我尊重你的决定。算了算了，就认命吧。好了，你们不要这么丧气，我已经想到救公司的办法了。啊？什么办法呀？啊！哎，你说服李仲谋了？我找到了新的投资人，他说他愿意注资。什么人呢？新的投资人可靠吗？那当然了，相信我吧，他现在正在给我们看孩子。啊？这啊什么啊呀？快回家了，走。哦。不好意思，昨天公司有急事先走了。今天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向俊。你好，我叫张元。张元你好。哎，向总你好。哎呀，真是早就听说过你了，帮了我们家吴桐那么多忙，这次又帮，真是谢谢啊！你是吴桐最好的姐妹，也就是我向俊最好的朋友，朋友之间相互帮忙那是应该的。哎，不要客气，都坐吧。好啊，来，请啊。这份计划书我已经看过了，恕我直言，这个计划书还要修改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不知道向先生你有什么好的想法？你不用客气，叫我向俊。我觉得你的这份计划没能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因素，我们的产品绝不能与市场脱节，目标消费群体一定要定位明确，如果做不到这点，再好的销售也无能为力。那不知道向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呢？先从市场调研开始做起，既然创美主要是以门店经营为主，那我们就应该从门店附近的社区下手，先调查一下离我们最近的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，再按需供应。我觉得这样针对性更强了。张元，这方案可行的。没错，向先生果然才思敏捷。我经营创美这么多年都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我现在马上叫人着手调查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去下洗手间。我觉得你看这个层面还可以更细化一些。嗯，你说的特别对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再细化一下吧。嗯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地方。你干嘛？哎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们俩什么关系？什么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好朋友啊。朋友？一个男人为你做那么多事只是朋友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哎，我觉得他挺好的，比那个李仲谋强多了。美玲，你看那个李仲谋，人冷得好像从那个冰窟窿里出来似的。你看人向俊多好啊，又温柔又会说话，家世还好，肯定比那个李仲谋强。我觉得这事儿你得把握好了。你这也扯得太远了吧？这有什么可远的？你才多大？你今年才27岁，以后还有多少年要过？你要自己一个人啊？这事你可绝对得听我的。我就是嫁给张元嫁得有点早了，要不然我都扑上去了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再说张元听见了，听见怎么了？他有办法跟人家比吗？哼！不过我啊，已经掉在这棵树上了，所以这辈子只能这么过了。你呀、啊、你，明明是豆腐心，非长个刀子嘴。还好你们家可可这点不像你。哎，说到可可，真是奇怪，他平时明明跟我多，可越来越像他爹。还有你们家那个，明明从小跟你一块长大的，结果跟他爹连神态都一模一样，太像了。这是一家生产创新型小家电的公司，我觉得非常有前景。但是现在这个公司的运营出现了一些问题，需要我们注资经营。经我的调查，这家公司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，我觉得可以考虑拿下这个项目。现在我们公司的情况也很困难呢，实在不适合向外投资。虽然只是家小公司，可是我们同样要去调动资金，一旦出了问题，我们怎么去向股东们交代啊？况且创美
他们经营的项目跟我们的业务并不匹配。湘君呢，你怎么能让他在短期内为我们创造效益呢？这个项目帮不了我们，倒有可能拖我们的后腿。像是以酒店为主，而且主攻中高端市场，经营范畴过于单一，所以一旦市场有变动，就会暴露我们应变能力差、转型方向选择少的问题。创美呢，经营范围和老百姓日常生活非常贴近，消费群体庞大，正好可以使公司今后的发展更为多元化，这不正是以后的发展方向吗？话虽这么说，但创美的现状已是每况愈下。哎，你怎么会对他们的发展这么感兴趣啊？创美公司现在确实因为售后服务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但是完全是因为公司从前的负责人空有技术水平，没有更多从商业运作层面来考虑。如果我们提供资金，并且给他们配上专业的管理团队，创美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那就放手去做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向氏的将来要靠你啊。该经历的必须要去经历。走，陪着爸爸到花园去走走吧。你看，今年这少年花开得真漂亮啊。妈妈最爱的花就是少年花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30年过去了。我也该退休了，相事就交给你了。湘君呢，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要强的孩子，很想立刻就做出成绩，可相事就像这棵大树一样，长得太久，很多事情已是积重难返。你不能着急，要慢慢的下手。唯有一层层的将病变的表皮剥离，你才能知道要如何去治愈真正受伤的内部。这几年，向后帝都几乎没有盈利过。我在想，我们能不能放弃这个部分，而将重心放在别的产业上，这样对向氏发展更有好处。向后帝都是怎么诞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听李叔叔说过一些。它不仅代表我们向家的根，代表着我们向家的姓氏，它也代表着我们的信念。我懂您的意思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保住咱们的名誉，向氏的信念。爸，公司所有问题我会想办法的。进去休息一下吧。好。亲爱的校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马上就到了今天最后一个环节，有请校长为我们在社会上有杰出成就、杰出贡献的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。下面有请得奖者上台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一会儿就看你的了。好，来了，别跑毛。好久不见，好久。哎呀，咱们得6-7年没见了吧？啊，还是这么帅啊！我可是经常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你。现在很好啊，金融界里面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。你呀，上学的时候啊，总拿我调侃。这可都过去六七年了，
你怎么就一点进步都没有啊？那干脆我改口叫你唐总裁好了。嗯，得了，你呀，还是继续拿我调侃吧。唐总裁这三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可是你说的。得，说不过你，无论怎么说啊，都会被你给绕进去。走。嗯，啊，领导。哎，周某，我先去里面了，回家。你们历史集团最近生意做得怎么样啊？还是老样子。你们呢？听说万历最近在找新目标的投资。你消息蛮灵通的嘛。家父有意拓展酒店服务业。酒店服务业？嗯。怎么会突然有这个念头？你也知道，我们万历集团呢是靠房地产起家的。最近房地产市场起伏比较大，家父担心集团的未来，所以呢就打算兴建一批高档酒店，以备企业转型之需。哎，我得到了一个内部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据说相豪帝都最近亏损得很严重，负债累累。我在想，能否借此机会注资相氏，一起合作发展万丽品牌酒店。伯父眼光看得真是远啊。我们最近也打算把一些市场拓展到二三线城市。不说这个了，今天是我们母校的100周年纪念，生意上的事情我们改天再聊吧。喝酒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我去找你。大家都知道，相豪帝都是相氏企业的基础，而这么多年相氏集团的业绩都是靠它赚回来的。我相信，如果不是遇到大麻烦，相氏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姓氏卖掉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把相这个姓氏给买回来。李总，你说如果别人知道了你这种做法会怎么说？会说你是想害相依呢，还是想救相依呢？当我们找到新的资金投入以后，我们需要设立新的品牌形象，建立本土高端酒店的概念。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既然是刚才董事长让咱们发表意见，我觉得咱们现在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，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，这样咱们公司才能走出困境。你说的非常正确，加强管理，推行更科学的管理制度，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没错没错。还有啊，人才的引进啊是相当重要的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，最关键的得把人才留下来。没错，现在都21世纪了，老思想老观念必须得改变。21世纪缺什么呀？缺的就是人才。哎，只有留住先进理念的人才啊！啊，所以我得到消息，万丽集团和向氏他们的确有接触，据悉双方高层也碰过面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向氏应该很愿意接受万丽注资的。万丽那边呢？万丽的态度也很积极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的合作已定，我们无法插手了？这也不一定，因为我发现万丽集团对我们历史海南房地产项目很感兴趣，因为最近他们频频约见海南房地产项目的负责人，而且万丽集团对这个项目的态度更积极。这样就好办了。唐月鹏一直想要在他父亲面前证明他是一个可以接受万丽企业的人。帮我打个电话给唐月鹏，我想他应该会很乐意接受我这个老校友，助他一臂之力。好，我明白。
岳鹏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周某，咱们俩这么多年老同学，有话我可就直说了。用力士海南房地产项目换相豪帝都酒店项目，你开出的条件的确是很有诱惑力。这两个项目摆在一块儿，是个生意人就能看出来哪个发展的前景更大，更不用说利润这块了。可是你偏偏选择了一个既亏损又负债的老酒店，我确实有点想不明白啊。我主要是在想，酒店经营并不是你们万利集团的主营业务，酒店经营对你们来说也不是很熟悉。其实我对酒店这块也不是很感兴趣，我主要是觉得相豪帝都的地段还不错，我立仲谋不会做亏本的生意。对你们来说可能只是沾水一试，但对我来说是一个长远的计划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划算，我们可以再议。别呀，我都准备好了去享受海南的美丽风光了。来，那就先祝你海南的假期愉快。小脸怎么这么脏啊？嗯，你个小花猫啊，你是不是小花猫呀？Hello， 我是厉仲谋，我是向俊，叫他接电话。谁啊？彤彤跟吴彤在厨房里煮东西给我吃，请你不要打扰我们。刚才是谁打电话？还能有谁？别玩了，真小气。刚才是厉仲谋打来的，我误接了，不是故意的。是不是爸爸打来的？好了，我承认了，我故意接的，我想让他知道我在这里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说有目的，确实有一个，就是得到你。我有什么好的？就是因为什么都不好，我才想待在你身边，给你幸福。肖叔叔，爸爸刚刚打电话说什么了？是不是他要来接我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没说啊。哇，肖叔叔好厉害啊！你要不要学啊？我可以教你。好。哼，来。小孩子不许玩刀的。哦。你妈妈真凶啊！不准说我妈妈。小鬼头，你的脾气也不小嘛。喂。我在你家楼下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来接彤彤。今天是周末，明天彤彤不用上幼儿园。不是说好今天彤彤住在我家里的吗？我来接彤彤，明天去上补习班，回我家比较好一些。明天几点在哪儿啊？我送他过去好了。你带男人回家还让我儿子留下来看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就这么着急带男人回家，连我儿子都不用避讳。是我急着把男人带回家过夜。那也比不上你一天到晚见报的绯闻劲爆吧。我不想跟你吵。我也不想跟你吵。你放心，我会准时把彤彤送回去的。你要没什么事我就挂电话了，再见。妈妈，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？彤彤，妈妈答应你以后再也不跟爸爸吵架了好吗？笑一个。没什么，时间不早了，夏叔叔要回家了。
下周再玩好吗？好，我还要去玩云霄飞车。嗯，一言为定。一，来，叔叔抱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两天好好休息，养足精神。下周一我在办公室等你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些事忘记做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彤彤，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啊，那帮爸爸一个忙，到车上去等爸爸好不好？别吵架啊。不是说好彤彤今天跟我在一起吗？你身为一个孩子的母亲，难道在孩子面前不需要检点一些吗？这一切与你无关。我愿意怎么追女人是我的事，你管太多了吗？你对他这样穷追不舍，不就是因为我跟他之间有什么瓜葛？有本事你冲着我来，你这样做会不会太卑鄙了？不要把他牵扯进来。你干什么？我们之间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离他远一点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什么身份说这句话？对了，请你搞清楚，我才是他男朋友，应该是我说，请你离他远一点。我劝你不要太得意。爸爸再见。爸爸，你又跟妈妈吵架了。彤彤乖，爸爸怎么会跟妈妈吵架呢？嗯，向叔叔会逗妈妈开心，妈妈都和向叔叔一起陪彤彤。爸爸，你要不要叫上曼迪姐姐呀？我好久都没有见到她了，我好想她呀。曼迪姐姐去国外拍电影了。哦，对了，爸爸，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学完魔法呀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住在一起呢？彤彤希望爸爸跟妈妈住在一起啊。哦，是啊，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想我们一起修炼魔法。那彤彤帮爸爸去说服妈妈好不好？好啊，可是，可是向叔叔怎么办呀？彤彤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是你爸爸，你是帮我还是帮向叔叔？当然是帮爸爸啦。加油！加油！爸爸，快点拿出来！拿什么东西出来呀？啊，给妈妈的。妈妈，这是我选的，漂不漂亮？真漂亮。彤彤，你先上车。来，跟我来一下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昨天一副要杀了我的样子，今天又露出笑脸，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我只是希望彤彤开心。希望彤彤开心？干嘛？扮演模范父亲啊？
现在才拉着我联袂出演一对恩爱父母，会不会太迟啊？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感觉。在我弄清楚这是什么感觉之前，我要你在我身边。我不希望别的男人出现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你把我当什么？放在身边，就是为了弄明白自己是什么感觉，是吗？我又不是小白鼠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奉陪。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是你自己没有弄清楚你自己。你这个人是被女人倒贴习惯了是吗？所以面对感情，你连心动的本能都没有，所以我不会帮你的。我相信你也不需要我帮你。对不起，再见。哎，你喜欢湘君吗？你爱他吗？梧桐，你告诉我，你爱我吗？不要动，彤彤会看到。你现在离我这么近，我可以感觉到你心跳得很快，这是不是证明你心动了？你这种反应是不是在告诉我，你对我的感觉就是爱？是，我曾经爱过你。可是你听好了，只是曾经。当你跳出来跟我抢彤彤，跟我说彤彤跟你在一起对大家都好，跟我说我们之间再没有任何瓜葛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五年就是一场梦。你知道吗？我好不容易逼迫我自己忘掉你，你为什么突然又要出现说这些话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之前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们比之前更陌生。现在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是不是因为湘君的介入，让你觉得你的东西被占有了？你这个人一直就是这样，只知道抢别人的东西，抢过来又从来都不知道珍惜。我要去上班了，请你把彤彤送到幼儿园，我周五去接她。请进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没有，我和湘君在商量这个计划书的事儿，
怎么样？参与进来，给点意见。啊，你们聊到哪儿了？我刚才在跟张元分析计划细节、执行细节、预算投入什么的。我怕我帮不上你们什么忙，我很多都不太懂。我会派一个助手来帮你们。这个人曾经在向氏旗下的公司担任过行政经理，后来因为个人原因离开过一段时间。最近呢，我和他联系上了，正巧他有意再出来工作。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他提过了，但是他还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。看看最后怎么样。是真的吗？嗯。那不如我去给他当助理吧，这样我还能有一些学习。哎，你才是我要培养的人。虽然他有些经验，但不一定能长期帮我。吴桐，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吗？没错，吴桐，你行的。美玲一直在夸你，说你的学习能力很强，工作能力也很强，很适合做管理。行，那我尽力。哎，差不多了，午餐就在这儿解决吧。好，那我去安排一下。昨天没睡好？没有啊。你哭过？一定要说得这么直白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已经都过去了。我想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会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其他的我都会放下的。干什么呢？厉总站那儿看窗外，已经看了十几分钟了。你说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工作去。哦。厉总。有件事儿。什么事？酒店的行政经理忽然辞职了，这个位置现在空着，需要招个人进来。这种事情你去办就好了。我倒认识一个人，不过这个人曾为香艺工作过，但这个人对酒店挺熟悉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周茂。就是我们在竞争环保发展计划董事会上公然叫阵的那个人。对，就是他。但是呢，他后来离职了。这个人呢，工作能力也挺强的。而且我听说啊，他最近在找工作，所以我有个想法，想把他招过来。他愿意吗？工作嘛，我可以找他谈。你很欣赏他？也没有，我就是论事儿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每一个位置都要找到适合他的人。这事就交给你去办。好，你要是没意见，那我来安排。对了，建东，啊，万丽那边帮我盯紧一点。我不希望现在向豪帝都会有任何的状况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周茂，来。啊。介绍一下，我的经理吴桐。你好，吴桐。你好，我是周茂。我常听向俊说起你。我和向俊认识很多年了，虽然年纪差了一大把，但是我们还能聊上几句。来，坐。你又来了，没人说你老。先生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吗？三杯咖啡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说的是。再考虑吗？创美是一家经营电子产品的公司，可是我这大半辈子都在干酒店，我对电子产品真的是没有什么心得。其实什么行业对行政工作的限制不是很大，你考虑一下吧。我们都是老朋友了，你不会不帮我吧？你不怕我帮不了你吗？
你一定可以帮我的。当年李仲谋抢了我们的环保计划，第一次开董事会，只有你敢跳出来跟他叫板，我就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。那时候太冲动，我只不过觉得他的手段太难以让人接受。现在想起来，他有他的独到之处。怎么了？后悔当初离职了吗？不不不，对于离职我不后悔，只不过我对一些人和事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。李仲谋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成为华北地区最厉害的商业巨子，不仅仅靠的是运气。一句话，帮不帮我？能不能让我再考虑考虑？还考虑什么？行业问题只是借口而已。啊，你先别着急，周先生肯定有他自己的顾虑，毕竟来帮我这么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人，肯定也是有压力的。周先生，麻烦您再好好考虑一下吧，我们真的特别期待您的加入。实不相瞒，力士已经给我打过招呼，要我加入力士。啊？什么时候？今天下午。不过我没有马上答复他们。的确，我在思考。相比较之下，力士给的职位挺适合我的。只是我跟向家这十几年的情谊就……亏你说得出十几年的情谊！如果你还顾及我们十几年的情谊，今天还会这么犹豫？向俊，对不起，我已经一把年纪了，我没有机会再从头开始发展了。况且力士开出的条件非常好。对我的发展也很好，职位也非常适合我。创美刚开始啊。李仲谋给你什么条件啊？他给你多少薪水？湘君，我并不欠你什么，这个社会向来都是这样的，胜利只属于有能力的强者。力士看重的是我的能力，我看重的是力士的发展。我相信你能够找到一个比我更适合创美的人。哎，你等等我，湘俊。湘俊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要不然，喂，喂，向总，唐月鹏拒绝见面，而且有了非常明确的答复，不再对向侯帝都注资。为什么？因为厉仲谋的介入。怎么了？湘俊，湘俊，李仲谋，你个卑鄙小人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湘俊，你先上车。李仲谋，你个小人！湘俊，你搞清楚你跟谁讲话啊？你害死我妈还不够吗？啊，还要害我全家？你处处和我们相识作对，你活该这辈子是私生子。湘俊，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还想姓向？啊，这辈子都别妄想！不管你再怎么成功，你也只是一个野女人在外面生的野种，无名无份的私生子。你们是兄弟。过来。你干什么？男人之间的事最好别管。好，你终于敢站在我面前跟我较量了。我还以为你跟你妈一样，永远只敢在背后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。别拿你姓向在我面前炫耀，我不稀罕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是五年前的环保计划，还是今天的向侯帝都，
都是你们相氏父子无能经营导致的失败。商场如战场，适者生存，尔虞我诈。你要是有本事，就把你口中说的属于你的东西拿回去。我立仲谋在这里等着你。你终于承认了，你处心积虑做那么多卑鄙的事情，不就是为了报复我们项家吗？啊！一个对自己父亲如此绝情的人，还怎么配当别人的父亲，跟人家抢儿子？你放开我！你能别管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雨长睡在我胸口，冷风耳边狂吼，夕阳的坠落，路仿佛魔尽头，蔓延灰暗的云朵遮挡天高海阔，但却不退缩，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先把伤痛都感受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你放弃飞翔的倔强。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。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。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在身后大步地向前走，当我抬起头，满天星在闪烁，开满鲜花的王国还在为我等候，困惑挣脱会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，只有征服了脆弱，才懂得什么是勇敢，把黑暗都闯过，才会看到辽阔。不痛，你放弃飞翔的倔强。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。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。不痛，信仰在心底作祟。